野菜で。瓜都先填好来不错 ，A 平方减二 AB 加 B 平方是。这个瓜好像有问题，对不对？A 减 B 的瓜平方应该是 A 平方减二 AB 加 B 平方嘛？其中的 A 跟 B 我们姑且都要当它是正数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对这题来讲 A 是谁，你要先决定好 A 是谁。A 是谁？是 X。啊 B 是谁 ？B 到底是负三还是三 ？B 是三，那可是呢？为什么桌面的 B 是负三？如果 B 是三的话，那你最后是选负三，就是 B 平方吗？刚刚不是很错的。我觉得不行，他写错了。答案只是刚好，只能说是赛对啊。我还是在旁边看。这一题我讲，注意听哦。如果按照两个做法，一个是正统的。是 x 减三的瓜平方，我说你可以用 a 平方减二 ab 加 b 平方来处理。这个时候你要先决定谁是 a 谁是 b 嘛。刚刚胜汉有讲 a 他当成是谁？是 x， 那 b 当成是谁？三，这样 OK。所以你记得就把四 x 跟三都填进去就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我完全不用去烦恼正负号问题嘛，我一定会对啊。啊，接下来存开。4x 乘以 4x 是 16x 平方，减这边会是 24x， 最后会得到9。但是如果同学说老师，我一直想要把它拿来当负三使用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不过这一题就有点不一样喽。如果你想要把后面当负三的话，那么其实你是把它当成和平方公式在算。所以和差平方公式其实可以互通有无，本来就一样，都差个负号而已嘛。所以我会把这边变成什么？加负三。所以如果你把 b 当成负三的话，可以。不过它要用的是和平方公式 ，a 加 b 的和平方，一样是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。然后现在 a 是 4x，b 就是谁 ？b 就是。负三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十六 x 平方，负的哦，负正得负，减二四 x， 负九，哎，负三乘负三等于九，所以答案是一样的哦。正看对，所以他这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他想使用的应该是差平方吧，所以我哪里需要改吗？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改掉？啊，这个也不用强调，然后最后面也是要改掉，这才是差平方公式。来一组，对呀，来。